真的是双 Q 了，同志们，我又被隔离了，我一个人在家。然后小爱她要上学，所以她跟她爸爸在外婆家住。现在外面在下雨，我把衣服穿好，去给刘小爱送这个眼药水，没有眼药水了，只能从那个帖子下面进行交易。她给我送快递，我给她送眼药水。我突然竟然忘记戴口罩了，还好我这个衣服把我的嘴捂得住。可是那么臭的，还在下雨。小爱爸爸一会儿要去见刘小爱，他现在给我送东西，我不够高啊，看不到他，只能从下面了。小爱爸爸他特别困在里面了，所以他只能骑那个电动车接刘小爱。快递咋弄啊？该咋坐在上面给我塞进来。弄点进来呗。弄点进来，可以。这边还有一个椅床。对。椅床从上面。哇塞。哦，好。我住俩。好，我跟妹妹两个人相依为命了。我买的衣服。我在东方甄选买的柿子，这个好像是坏的。买柿子还送了个这个，我真的是天选的休息人啊！上个月我们家这栋楼不是被封了5天嘛，然后我在家困了5天。刘小爱她为了能正常上学，她就去外婆家住了5天。后来呢，我们又全市静默了7天，刘小爱在家上了7天网课，刚复学2个星期，然后老师怕他们到处乱跑嘛，就没有给他们放假。就放一个晚上，放了半天。本来我准备去海南参加那个西瓜的西瓜 play， 刘小爱她就说害怕我回来要隔离影响她上学，因为我从外地回来嘛，害怕就是影响她上学不能上学了。然后我想着我就没去，没想到啊，万万没想到呀，我又被困家里了。昨天晚上5点多封的，然后呢，他爸爸在外面，小爱还在上学，所以呢，差点就没回来。如果回来的话，又上不了学。现在我还不知道在家里封几天。刘小爱她明天要期中考试。然后呢，明天也是他12岁生日。爸爸本来说明天中午在外婆家帮他过个生日，结果刚才看老师发的群消息，明天中午期中考试的话，中午时间缩短了，就只能吃个饭。我如果去海南的话，就过不了刘小爱的12岁生日。然后呢，没想到留在家里还是要错过，天意呀、啊！其实本来今年刘小爱12岁生日虽然说是一个大生日，但是我们这边女孩子是提前过11岁生日，知道吗？所以去年的话已经在老家帮他办了12岁的生日宴，他今年是过真正的12岁。好甜啊！刘小爱的12岁生日，我还没想好送他啥，先欠着吧。他想要只狗，我觉得狗的话难度太大，还是想想别的吧。帮我想想，希望他明天能考个好成绩啊。来跟刘小爱视频通个话，外面在下大雨，你们那淋雨了没有？嗯，你们那淋？我那打的雨伞。打的雨伞没淋湿啊？没有。刘小爱来这做作业。这是同学，是妈咪。哎 ，baby。刘小爱，你明天过生日哦。在拍视频。嗯。对，我在拍视频。他要做作业。我就要打扰你。那有没有台灯啊？那桌子上有没有台灯啊？有啊，有一个。嗯，明天要期中考试啊，小妮儿。啊，知道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睁眼都不瞧我一下。啊？刘小爱在问我，他说，我们能不能进去？他说有可能考完试就有可能要帮到家里上网课，问能不能进去。可以啊，你进来啊，刘小爱。嗯。你进来啊。我们有。你。上山，然后呢？他朋友说，有可能我明天考完试就要全程静默。全程静默呀？嗯。哦，那全程静默好哎，全程。那你把你那桌上的东西都捡好啊！如果你那个的话，就让他们直接给你送出来。爸爸别进那个小区了，不然的话，爸爸又封在外婆家了，是吧？好。哎，那个你，我们那个小区能不能进？今天我们班主任找我。因为我们班有同学没来上学，他也是住到我们那一片的，然后他就没来上学。他就在家是吧？他在家，所以住我们。对，我们这个小区如果进来了就不能上学。老师是不是表扬你了？说刘小爱为了上学都没有回家。没有，还有同学也没有。啊？还有一个同学也坚持的去了上了课是吧？就是4点钟起来了。哦。哦，那老师没让他回去啊。明天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，明天期中考试你那个没有时间过生日，以后有时间了给你补上。不是，他姑姑给他订了个蛋糕怎么办呢？明天要不要去拿啊？
定了你，他明天没有时间催着生日蛋糕吧？明天时间那么紧。啊，那就考完试了，先放在那儿吧。我明天跟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一下，先放那儿。可以吧？因为他蛋糕他可以放几天，嗯。还订个大蛋糕干啥？又没几个人。嗯，不是订那个小的，不大，对，订个小的就可以了。好，你把你那个班级优化大师登上吧，我这儿今天给你那个打卡了，你我就登了，你就好。嗯，好，116739。明天中午没有时间睡觉了，那今天要早点做完，早点睡觉。嗯嗯。啊，拜拜，妈妈拜拜吧。正眼都不瞧我一下。